我叫龚月，我今年十一岁了。王雨化，十一岁了。我叫陈亚和。魏荣天，魏属吴的魏，荣光荣的荣，天是天家的天。我叫张一涵，我叫李腾伟，十岁，我也十岁。我叫张元龙，赵泽佳，吴浩明，七岁八岁了。我想当个演员。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厨师。因为这样我可以给我妈妈做饭。想做企业家。因为企业家能挣钱。我长大以后想当医生。当一个。我长大了想当一个钢琴家。我也想当一个普通的人。他很温顺，他脸上有一种笑容，我觉得特别可爱。安娜，安娜，你好。我不吃狗肉，不吃，不吃，不会吃。我绝对不会吃它的肉的。我也不会吃。不会。不会，因为我认为它很可爱。因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因为我有不愿意看着它被吃掉。因为狗是人类好朋友，还有它很温顺，不会伤害人。我喜欢它，所以我愿意吃它的肉。因为我爱狗狗。可爱的狗为什么要吃它呢？对不对？我喜欢狗狗，你呢？我们喜欢狗狗，你呢？我喜欢狗狗，你呢？我。